走，我们现在是荆州的，这叫莒吧，观莒路。西安城墙上有人身烟雾纷，我们在等一个直行的灯。开车那点水平啊，都用在骑车上了，也可以哈。到，我说的是开车揉车的那点水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去，这太阳我。听到刚才这个轮胎把那个一个石子儿给挤走了吗？所以说呀，你要出来，要是骑这个远道啊，你就得好胎。就这，我路上还换了两条胎呢，你知道吧？外胎。我现在应该是换了两条外胎，然后就是到荆州为止啊，换了两条外胎，应该是三条内胎，啊，是三条内胎是两条内胎的，我忘了。这是截止到荆州啊，截止到荆州，然后我这个外胎呢，过几天可能还要再换一条，因为这个侧边啊又是裂开了，凑合着走吧，现在是吧。工农北路，工人的工，农民的农，工农北路，南北的北。荆州路是高层啊，看看前面这一排一排排的高层。我们白天啊，白天我们再看看。大名鼎鼎的荆州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荆州这个地名了，是不是？三国里面有这个，是吧？
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遇到大理才算爱的人间，可能谁说了，可能才是真的可能，可能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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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我们可以左转吗？对吧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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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们在荆州可以左转哟。你知道住店的感觉呀？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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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哟，非常好哟。我们得冲一下这个剃须刀了，我这胡子好几天没剃，啊，剃剃胡子，剃剃你的毛，剃剃你的胡子，剃剃你的胡子。园林北路，金乡大道，天津的金，乡镇的乡，金乡大道，等个灯。今天这天儿啊确实不错，绝对适合露营呢，但是因为今天骑了100多了嘛，100多公里，所以还是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得赶路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边真好，这边露营绝对是一个好地方。走吧，我们已经订完那个房间了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得去酒店吧，对吧？你要是没订怎么都好办，你都跟人订完了再说了。其实我也主要是想好好睡一下，今天啊因为下午那会儿啊
差点没中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下午那会儿在路边就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住店走。我去，这地方太棒了！这要是露营，这地方太棒了。这是荆州体育中心，我这大广场，我不知道白天我们是不是还能路过这边。哦，这是个停车场，这边右手边啊是一个停车场。